很有趣，他就是那时候冲浪认识的女生，那时候就是去冲浪，然后就是在海上遇到她，海上相遇哦，然后我就想，那天我就聊得很开心，我也没有跟她聊任何资料，因为我觉得这种就是随缘，然后隔天又去又遇到，我靠，哇塞，这就是缘分，可是她也是漂亮的吧，漂亮的啊，漂亮的啊，对啊，她很就是很吸引我啦，我觉得个性什么的，然后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每天讲电话，我哟，就第二天就留了，是不是？就留啊，然后我就晚上就带他去台南夜市晃晃。后来我是10月认识他的，我12月要去当兵，那段时间就一直很热络。然后12月想说当兵之前就跟他讲，我就跟他告白啊。哦，我有跟他说了，说你喜欢他，对吧？我靠，然后就是闪避。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因为他忘不了那一段忘不了他男朋友，前男友。对。哦。然后我当兵完结束之后，我就。那就只是还没准备好，我就跑去东南亚，慢慢就没有跟他联络。对的人，但是错在错的时间遇到，对，嗯。然后后来他回头来找我的时候，他已经放下前男友的时候，你没感觉？对啊。坐在梅啊中间，哪个梅啊？对啊，还不错，好，不要担心了。非常可以吃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香水味呢？都好浓哦，你在干嘛？香水，说不定是他的发头发啊，香水啊，喷定型液啊，看人家喷定型液就喷香水。可是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喷香水？对啊，他吃饭哦，白痴哦，不是，是因为你喷太多了才会。我会喷一下，好，是不是男性荷尔蒙味道？不要好吗？这有点不行。你已经看到红了，是吗？好感人哦，我人生第一次做。蛮成功的，666的哦，很好。可以，真的，我都要被自己感动死了。我刚才都手忙脚乱，而且我是最后一秒还想到后面，最后水又超滚了，想到哦，对，要放蛋。这个是怎么样？这是冲多。哎，你要是不是？这个。妈，现在你们太贴心了。哎，小雷。为了他打给我。没有。对啊，别人酒我打给我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是最慢的希望。对。哎，好。拜拜。好快，那真的是霸凌，对吧？等你同居时代，下期天又来喽！周一的晚上8点，8点准时直播，10点半 YouTube 准时上架，大赞不是脸书，我们礼拜一见，等你哦。